风体育，以完美的精神创造出三星彩电，名品画面更清晰，音响更震撼。三星彩电，名品。相声，驾乘宝马，感受生活。1998到法兰西看球去大型活动，去买书、吃糖、玩贴纸，到法国看球。绿节草珊瑚，中国球迷的糖。海信电视，六种临场数字音响效果。海信电视，色彩还原的五超画质。海信电视，创造新感受。This is 康威 yeah. 有关科威特和伊朗队比赛的录像带，我们呢通过其他的记者已经把这录像带顺利交到了中国队的手中，所以呢我们上来就以这个录像带为话题。那么齐武生说呢，现在队里面的情绪都很好，他说队员只要一出了国门就感到压力减轻了很多，在国内呢压力太大，所以从教练组到运动员呢都感到在这儿呢从吃住条件到训练的场地都是不错的。另外他还半开玩笑的说，在前些天看你们足球之夜，有一个节目，当时呢把我们形容是农民队，说既然是农民队呢我们就更放松了，队员们想我们本来就是一支农民队嘛，到这儿更没有什么包袱了，干脆打好了算了。后来我跟他讲，我说那只是利用了张恩华的一句玩笑话。张恩华呢以前曾经讲过，如果打不好球的话他准备有回家种地的准备，那么实际上呢也是用这句玩笑话呢来鞭策一下中国队。那么他说是这样的，说队员到这儿以后呢，从目前的身体状况情况来看呢，郝海洋东的身体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恢复，虽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呢，但是这场比赛呢上场打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像高峰身体状况也不错，我们还在场边呢亲自和来自北京的就在中沙之战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后卫谢峰呢交谈，他说他呢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不错，如果教练员派他上场打90分钟他也可以盯下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李金羽李红军呢在训练当中也是格外的卖力，都表示在这场比赛里边要上场投入比赛，只要是教练员派他们上场他们随时会领命出征。那么从中国队昨天在训练当中的情绪表现上来看呢，队员们是比较轻松的。池尚斌、金志扬，还有这个我国足球的这个老前辈陈诚达呢，在场边呢也是非常愉快、非常轻松的和我们交谈着。也许是对国家队的作战意图还处于保密阶段吧，中国队还是非常谨慎的，保持着和中国记者，包括和科威特记者的接触。对于场上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排兵布阵的方法，到底是以攻为主还是打防守反击，只字不提。有的时候呢当记者提到的时候他们也是比较巧妙婉转的来回避。总的来看呢，队员们目前的身体状况情绪各方面都不错，对这场比赛在对手身上全取三分呢看来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也有这个信心。据我们所知呢，国家队在这个刚刚抽签结束之后呢，认为科威特队的实力要比伊朗队和沙特队要弱一些，但是通过这三场比赛之后呢，国家队意识到科威特并不是一支弱队，因此呢现在国家队已经非常重视科威特队了。通过你们对科威特这个训练的观察，认为科威特的水平处于有什么样的一种水准？就是我们在那个10月7号啊到科威特的第一天呢观看了科威特的训练，昨天又去那里看了科威特的训练。那么科威特队给我们的感觉呢，首先第一，队员们呢非常的放松，队员们丝毫没有任何的情绪紧张的表现。那么很多队员呢在到了场里以后，先是在场上折跟头，而且呢和场外的一些这个科威特的球迷和到那里的一些残疾人呢来互相合影。那么科威特这种队员这种轻松的心态呢，可以说和其他队呢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反差。队员们在打闹声中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科威特队实际上像强力前锋侯瓦迪啊，还有像他的主力后卫奥沙马呀，这两天都没有随队参加训练。那么奥沙马呢是在科威特和伊朗的比赛结束以后呢被发现呢
他的半月板有伤，估计将在半个月之内不能上场。他的这个不能上场呢，将对中国队的进攻呢减少了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个队员呢，在上一场对伊朗队的比赛里边呢，后防线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关键时刻呢，这个主教练马卡拉为了在这个科威特的1-0领先的情况下，为了消耗掉过多的时间呢，把马卡拉换下场，换上了一位年轻的选手。结果呢，这个年轻队员呢，阿尔布拉基呢，上场以后，他是中后卫，结果被这个巴盖里啊从他的位置上突破了。所以现在来看呢，奥沙马呢仍然是科威特队后防线上不可替代的人物。还有就是他的主力前锋侯瓦迪，这个队员呢在去年的亚洲杯赛当中呢攻进了6个球，是仅次于阿里代伊的一位亚洲杯的这个射手榜第二位的选手。那么这个队员是以前是一个柔道运动员，他从91年才开始真正的转入踢足球。现在来讲呢，他呢也是因为有伤呢，2天没有参加训练了。我们问到他能不能够参加对中国队的比赛，他说很难说，即使上场比赛也可能只打半场球。当然现在来看呢，科威特队锋线上呢可能将启用新人。那么为了扩充实力呢，科威特队呢这两天是专门招兵买马，请来了2位新的队员，他们是这个尼哈亚西马里和赛义德。他们两个人呢主要是在后防线上来加强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科威特队中路防守不足的这个弱点。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那么他们这个主力门将呢估计还是在前两场比赛里边表现不错的卡拉奥。但有一点呢，是他的2号门将呢现在受伤了，所以如果一旦卡拉奥受伤也下场的话，将是他的3号门将出场。但从以往来看呢，科威特队的3号门将的防守呢是比较差的。那么锋线上由于他的主力的前锋侯瓦迪受伤，估计将是2名年轻队员呢巴查尔和这个莱赫在锋线上来冲杀争取进球。那么从他们2天来这个人生生涯当中，好像第一次赶上我的邻居为了一场胜利唱起了国歌，而且呢当天在北京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这场比赛。建宏呢是和我们另外5名记者是到现场采访了。比赛刚结束我们就通了一下这个手提电话，当时呢他们都很激动，说要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我想现场的感受要比电视机前要更加真实。那么大家可能看我们的片子的话，可能会了解到大连市呢当天几乎是沉浸在一种节日的喜悦当中。那么有沈阳的球迷呢甚至说要喝光金州的啤酒来以示庆贺。同时呢像大连东方大厦为了欢迎国脚们归来呢，总经理准备的40,000元的礼花鞭炮都鞭炮齐鸣，是礼花燃放，当时的情景呢非常的感人。可以说呢国家队的这次胜利呢的确使我们大大的振作了一番，同时呢也为中国国家队出现呢带来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前景吧。起码是相比于前2场比赛现在的这个处境要好过了很多。但是我想呢这场比赛呢我们中国队有很多成功的地方需要我们认真的加以总结。也许我们的喜悦之后呢我们应该认真的总结一下，特别是国家队现在已经来到西亚，那么他们总结一下对沙特队的这场比赛的成功之处，会对他们战胜科威特队呢产生很大的帮助。通过这中沙比赛呢我想起了16年前那场比赛，那就是中国跟科威特的比赛。当时这场比赛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大家肯定都是记忆犹新的。这场比赛也是扭转了当时中国队被动局面，跟16年之后这场比赛呢有非常相似的这种境况，而相似的结果。但愿呢中国队的命运不要重复以前的命运，能够走出眼前的这种低谷。而且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内部的情绪心理状态的调整应该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而且关键是队员与队员、队员与教练之间这种互相信任，我想应该是加强了。再一个我就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中国队要想取胜必须有所变化。因为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队的变化是必须有，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是走前两场比赛的老路。我想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最主要的一个收获。中国这个足球它落后的这种局面是每个人都认可的，每个人都承认的，但是落后不是我们解释一切问题的借口，并不是我们落后我们就一定要输球。在某些细节上如果教练员、如果队员处理得好、调整得好，结果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因此胜利距离我们并不是十分遥远，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内部进行调整，
再一个，我觉得中沙之战有一个外因和内因结合的相当好的一次比赛，只有外因内因都结合好，胜利才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沙特队呢，我感觉沙特队好像已经不是四年前那支打进世界杯十六强的沙特队，也不是去年战胜在亚洲杯战胜中国队那支沙特队，他好像感觉我觉得比以前要慢了很多，好像这种战斗力不如以前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了。相对伊朗队的比赛，我当时感觉沙特队确实是老牌劲旅不急，可能从现在看来沙特好像是有一些对中国队好像有点轻敌，造成他的这个推进速度啊或者在技战术方面，我给我一感觉就是慢，缺乏这种最后的效率。当然这场雨也帮了中国，这都是外因，但关键还是内因，我们自己有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成功之处。恐怕谁都清楚中沙之战对中国队前途的决定作用。等东方大厦的员工们打出横幅为中国队壮行时，他们道出的是全国球迷的心声，为中国足球的荣誉而战。过后的比赛证明，主教练齐武生和队员张恩华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两个焦点人物，他们的出场方式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乘电梯从天而降，令人防不胜防。不过大队人马还是在欢迎的人群当中鱼贯而出。每一位国脚心里都非常清楚，他们必须取得对沙特队比赛的胜利，才能将希望再次带回到这里。上班都行，加油。由于前两场比赛仅取得了一平一负的成绩，大家的情绪难免受到了影响，这两天聚集在东方大厦门口的球迷明显的减少了。不过仍然有一些学生球迷在苦苦地等待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签字。球迷少了，压在国脚们心头的压力更重了，能不能克服这种压力将成为他们能否取胜的关键。在国脚们的脸上，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复杂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紧张，国家队大队人马出发之后才发现教练员陈希荣掉队了。不过在大连他并不用担心能不能及时的赶到赛场。由于中国队出师不利，也使得很多人对球事产生了一些担心。的确，就这一天下午我们所观察的情况来看，球票已经不像第一场比赛中伊之战那样抢手了。我们还听到了有人退票的消息，不过更多的球迷还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到了大连，来到了金州，因为他们知道此刻正是中国足球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比赛就要开始的时候，体育场上空雨意渐浓。不少人甚至开始窃窃私语，这种雨天将非常有利于中国队获胜。不过也有人说，取胜的关键还在于发挥，在于实力。在中国队正在进行准备活动的时候，看台上的数万名观众齐声高喊着一个名字，徐宏。他们急切地盼望徐宏能够再次出现在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当中。当然，通过国家队热身时的分队情况来看，徐宏在这场比赛当中是首发阵容。赛后我们曾经问过徐宏，当你听到数万名观众齐声高喊着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徐宏说，作为后卫，我想到的首先是要平静自己，正常发挥。看得出在这场比赛里，中国国家队的教练组决定以球变寻找出路。另一位被誉为骑兵的球员谢峰也出现在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10月3号，
中国队从上到下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投入到了对沙特队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中国队不仅上场人员有了较大的调整，而且对场上的阵型也进行了改变，从一成不变的4-5-1改变成了进攻时的3-5-2和防守时的4-5-1或5-4-1。今年已经31岁的谢峰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这样重要的比赛，他在场上可以说拼尽了全力。正是谢峰的这一脚直传为中国队制造了上半时最具威胁的一次进攻，可惜郝海东在射门时将球打偏了。应该说谢峰是中国队在本场比赛中所出的一个奇兵，他的出现的确使沙特队的防守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中国队的进攻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就在郝海东的这次射门之后不久，场上的形势突变，中国队的主力前锋12号于根伟因为一次激烈的拼抢受伤下场。从伤势来看，他已经不可能坚持整场比赛了。中国队的队医对我们说，他很可能是在拼抢当中旧伤复发。于根伟被送进了医院，这次意外的受伤使于根伟也失去了代表中国队参加余下的几场比赛的机会。在于根伟被抬下场之后和中国队未换人之前，中国队在场上以少打多，他们的防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是上半时沙特队最具威胁的一次射门。不过就整场的情况来看，由于15号徐宏的上场，中国队的后防线得到了很大的稳固。应该说徐宏这样的队员在对付沙特这样的球队时作用非常的明显，在这场比赛里徐宏的判断抢位都非常出色。由他、张华和范志毅为核心的中国队的后防线也显得非常的稳固。不仅如此，徐宏还频频的插上助攻，这也给沙特队的后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排兵布阵是前三场中最好的一次，它说明教练组已经开始摆脱那种僵化的用人方式而变得比较灵活。不过在根据对手的不同情况如何选用特点不同的球员组成最佳阵容这方面，中国队的教练组似乎还有许多的东西要学习。事实上在这场比赛里，3号孙继海被安排在后腰的位置上就显得有些别扭，而在中国队的后腰位置上，由于李铁目前的状态不佳不能胜任，中国队并无理想人选。中沙之战，中国队在临场指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场上形成僵局需要有人打开局面时，26号刘军成为了中国队的杀手锏。不少球迷可能还记得，当时中国队一度将姚夏换下了场，这只是由于当时的裁判员将中国队的16号看成了18号，或许他也非常紧张。刘军上场之后使得中国队的中前场的联系得到了有效的加强，特别是下半时20分钟到30分钟，中国队打出了一个小高潮，在中场的带动之下，中国队的攻势显得非常的有威胁。9号马明宇传中之后，郝海东的一次头球攻门，这个球戴亚耶亚表现得非常出色，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他用脚将球挡了出来。在这次进攻当中，戴亚耶亚挽救了沙特队，但是他最终没有能够成为沙特队的护身符。中国队的谢峰又一次长途奔袭，为了获得一个角球，谢峰可以说是奋不顾身，他撞在了广告牌上，中国队获得了一个宝贵的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2号张华前点冲顶，1-0。这是一个让全场乃至全国都沸腾了的进球。在随后的比赛里，大家的心情恐怕和主教练戚务生的心情是一样的，因为这支中国国家队曾经多次让大好的局面从自己的手中溜走。0-1落后也使沙特队的主教练文加达多少显得有些惴惴不安。在这场比赛里，中国队打得非常有气势，在张恩华跃起头球冲顶时，沙特队的几名队员
居然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他们显然是被张恩华的这种气势所吓倒了。我们半夜要上去争抢，所以说那个角球，我估计小贩就要跑前点，所以说看到球的发来幅度，我估计我能够找，所以我就尽力去跳顶了，尽自己平时训练，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演练了多少遍，只是在今天而成功了而已。从张恩华攻入那个球到泰国籍主裁判吹响中场哨为止，中国所有的球迷都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等待。这场比赛，中国足球界的核心领导都来到了现场。在主席台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位陌生的人物，由于他和中国队的两位外籍教练坐在了一起，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询问，我们得知他便是澳大利亚队的助理教练，他是专程来看这场比赛的。比赛只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此时时间对中国队来说仿佛是凝固了一样，过得那样的缓慢。而沙特人也是频频的看表，他们当然希望时间越慢越好。在比赛的最后关头，全场比赛心情一直比较平静的中国队的队员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浮躁，李明为此还得了一张无谓的黄牌。不过最终中国队的防线还是经受住了考验，1-0的比分使他们有权利享受喜悦。全场的观众同样沸腾了，在比赛结束后，歌唱祖国的歌声在全场整整回响了3遍。我感觉国人对我们的期望值太高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场比赛中特别想赢，因为改革3年来一直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所以说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进。所以说虽然前两场打了不够好，但是我们全体人员包括教练到队员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对自己放弃，而且默默地去训练，而且把一切的困难都埋在自己的心里，所以说我们就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这个能力打好比赛，所以说我们不会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反正我们那取得这场胜利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作为我们队再接再厉，在后几场比赛我想应该会打败任何对手。在张恩华不注意的时候，一位球迷居然抢走了他的护腿板。对这位球迷来说，这副护腿板弥足珍贵。在中国队的休息室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情形。李明还在和池上斌指导在谈论着刚才的那张黄牌，池指导说那张黄牌你得的太不值了。范志毅在和李明谈论着第一个角球时的情况，他说你的点发得非常好，可惜对方的两名队员挤住了我，我只能伸出头去抢点，可惜还是顶偏了。中国羽毛球队的教练李永波也来到了休息室。刘军在和队友们议论着刚才换人时的情况，他说裁判可能太紧张了，再加上16号的那个勾写得太大，因此裁判员把16号看成了18号，差一点导致姚夏被莫名其妙的换下场。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里，中国队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留住了进军法兰西的火种，他们不仅没有退路，而且今后的每场比赛都是生死战。这场比赛的胜利证明，中国队虽然目前还不是亚洲的真正的一流球队，但是他们已经具备了同任何一支亚洲强队抗衡的能力，唯有自信自强才能享受辉煌。